可是你觉得这一次出版的这个，就叫日光雨中，对不对？因为李老师有两个大作，一个叫做《一条日光大道》，一个就是《走在雨中》，你都有收录翻唱嘛。出版这一章啊，你觉得原住民的色彩很浓吗？我觉得好像没有，没有，对不对？对，你没有刻意去把这个元素加进去。我没有刻意，对，但是就是我比较希望的是，能够做自己的做自我挑战，然后不管是从歌声上面，甚至是对音乐上面，那其实做这张专辑最大的困难点，其实就是要怎么样子去突破，甚至是去找到一个自己演绎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是一件。这两年下来去上声乐课啊，然后拿去给老师听啊，然后包括给编曲老师重新的一再一再让他们思考说怎么样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考验。听永隆唱歌其实很舒服，谢谢。这也是你的你自己想要走的一个路线吗？我就是说走这种温柔派，温柔淡定的感觉，这是你想走的一种国语歌的风格吗？可能老师也说到，就是说可能这个也是我的一个部分，对，然后也因为这些歌挑起到我原来有那个温柔的影子。所以你会唱一般的流行歌吗？会。你会吗？也会。这位悠人深谷的朋友也会去 KTV 吗？我以前常去，但是后来就你会唱一般的歌？我会唱一般的歌。譬如都会啊，都随便举一个嘛，就是你唱过很多《新不了情》啊，什么《听海》啊，有没有快歌？快歌，因为这两个还是抒情的嘛，抒情的。你有唱过比较流行舞曲类或是摇滚歌吗？摇滚有，摇滚的歌，譬如啊，我以前蛮喜欢摇滚乐团的。像什么 Purple Rain 啊真的、哦、然后像 Scorpion， 是你有那一面吗？对，我觉得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些，所以你有那种比较对强壮嘶吼派的。对，对，只是这一次没有，这一次没有，这次是很高雅的。对，反正就是你要把整个声音再收回来，然后你去尝试。那制作人都会说，你去想一想，你要想到你自己的一种口气。对，这个不太，对我来说是不太容易，因为以前就是就这样唱歌。你什么星座？双鱼座。双鱼座，双鱼座还可以啦，还可以，我都可以进入，可以进入得了。什么血型 ？O 型。好，那今天永隆来，当然要替我们现场也带来一些片段，就现场清唱。来挑哪一首？我先唱浮云歌好吗？浮云歌很好听。你知道，而且当年齐豫有一次的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的演出，我有听到他现场唱，那时候觉得很感动，因为真的已经隔好久好久，而且那首歌后来连他自己都没有在什么公开场合唱过。对，就很艺术化的一个歌。在选曲的时候也在想，就是说怎么样子让这些歌再重新被听见。我一直在听浮云歌，我觉得浮云歌真的，它本身的旋律就有一种很奇特的美感。是，对，这是王玉平的词，李泰祥的曲啊。我们来听陈永隆2010年的版本。不要问我是谁，不要问我来自何方，我如浮云一般，偶尔掠过你的身畔，带给你美丽的虹彩和梦幻。不要将我留住，不要将我牵绊，也许我会飘得更远，也许有一天我会再回来。啊，也许我将再回来。耶、yeah. ！
有点紧张。对，有听出来了。嗯，所以有时候你平常你可以唱几句民谣的洒脱的歌给我们听吗？可以啊，可以。你要唱哪一首？例如说我们家乡的最熟的，最熟的，都还蛮熟的。我想一想。那罗哇，那罗哇，那咿呀那，哎呦呀哦，嘿那罗哇，那咿呀那，哎呦，哎呦呀，咿耶咿呀，哎呀哦。耶哟咿呀哦，咿呀哦，哎呀哦，哎哟咿呀哦，哎呀。耶，大概是这样。这首歌也没有很快乐啊，对，可是他也没有悲伤。他在传达什么样的一个？他当时好像每个人对那个自己虚词的诠释都不太一样。那我自己听到，我这是我妈妈教我唱的，是对。那我听到有一种想念的感觉。OK，所以它并没有一定的词义，它没有一定的意思。对，然后不同的人唱，不同的时间唱，它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意思。所以你是想的时候是想到怀念妈妈的感觉，对，想念，就是因为我妈妈的声音有让我一种遥远的感觉。她有出过吗？我妈妈好像在《南王姐妹花》里面有其中一首。哦、真的、啊、对，其中一首有一个老人家的声音呢，就是我妈妈的声音、okay. 所以他参与合音就对了、嗯、就他主唱，他主唱的，对，嗯嗯、啊、所以真的是一家都会唱歌。很恐怖。所以事实上这次在唱李泰祥老师的这个爱情经典里面呢，你觉得最难唱的是什么歌啊？其中有一首歌叫轮回。轮回，对，其中有一首歌，这首好像就算在当时也不是那么熟，对不对？他这原先的版本是徐锦淳徐姐演唱的，那我们也没有就原封不动的就都用了他原来的编曲。这首歌我其实也不太知道，真的就是、啊、很神奇。因为他我会想，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是我觉得他有很强的一种像说故事的语气、嗯、然后呢，那当时徐锦淳演唱这首歌之后，其实徐姐的声音本来就很有画面，她很戏剧性、啊、对对，然后歌词本身又有很大的张力、嗯、就是这是一个很陈旧的故事了，只能谱成一首老老的歌。对，梦境中有人离去，有人出生。嗯哼，对，那李老师把他谱的曲子呢，其实又更有戏剧张力。对，那就对我自己来说最难的就是这个怎么样子你在声音里面表现出它的戏剧张力。嗯嗯，对，然后我们也没有重新改编，就用原来的曲。嗯嗯，就很现在唱会很困难吗？会很为难你吗？现在唱哦，就好，我可以试试看。你要看歌词吗？我可以不用看歌词、哦、只不过就是、啊